开局250阳光就一铁桶。该从哪下手呢？三四五路一看就知道很难缠，先吃硬吧。放这么远干嘛？不要放这么远，还要用灯器消耗它。铁桶吃大蒜炖二路，用大莲花菜引爆地雷，再吃魅虎。原来如此，就为了方便吃二路的笋。Yes。OK， 接下来来吃回头菇。你当田鼠不存在吗？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强攻五路。打他！骨头菇，这一下不把我放眼里了。